来了，正好过来帮我看看。你之前给机器人设计的那道程序，我到现在还没解开呢。是你啊？没想到一封邮件就把你骗出来了。我也没想到这么简单的伎俩，我会上钩。有可能是因为你给我发的病毒代码，我确实解不开，乱了阵脚吧。如果我今天不过来，你真的会黑进我的电脑吗？犯法的事儿我可不做。后悔了？有点儿。说老实话，我挺担心你今天不来，但又却挺怕你今天来的。事到如今，就不要说这些漂亮的话吧。事到如今，我也没有必要要骗你啊。之前叶教授跟我说过，他很欣赏你，说你虽然喜欢钻牛角尖，但是专业技术过硬。他还说，如果我们俩能互补就好了。可他一直偏心你啊。出国的名额，叶教授其实申请了2个，所以我和你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竞争关系。怎么不早说呀？一切都太晚了。来，让我跟你说说你刚刚问我那程序。你之后可就很长时间看不到我了，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。今天也让我来教教你。好。小苏，刚好找你有事谈。好巧啊，马总，我也有事找你。哦，100冷萃，谢谢。好的。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第一次喝咖啡？是隔壁叔叔从城里带回来的。我爸爸说这样就不苦了。还苦吗？不是。太甜了。尝尝。谢谢。小时候你说再也不喝这个鬼东西了。是啊，变了很多。不会啊，你看你以前就喜欢穿的清清爽爽的。学长，你怎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？假期补课，我得赶紧回去。
深中科学姐一不小心就被落下了。深中是什么样子的呀？我也说不太清楚，你不是马上初三了吗？自己去了就知道了。哎，你别到时候考不上啊。我怎么可能考不上啊？你都能考上，我也肯定能考上。我不仅要考，我还要考得比你高。好，知道你从小到大就爱跟我比。不过你要更努力才能追得上我。那次是初中最后一次见面吧，再后来就是在深海了。说实话我很羡慕你，我们一起考上了深中，我总以为你的高中生活会跟我的一样，觉得格格不入，觉得孤独。青春期总是动荡，但是你身边却一直有愿意向你伸出手的人，我很羡慕，也很为你开心。这样就不会像我一样到现在变成了一个坏人。你不是坏人，学长，你也是一直帮助我的人，不是吗？之后我也一直在怀念我们的秘密基地，这张照片我一直还留着。丁倩，希望你永远都可以这样笑着。一定。你笑起来还是跟那个时候一样。你也可以的，学长。你也可以回到过去的样子。我过来找你还有另一个事儿。帮我把这个给周思月吧，这是能帮到他父亲的资料。这么看着我干嘛呀？哎，其实我早就知道没希望了，但是还是不想参加你的婚礼。婚礼可以不来，但是份子钱可不能少啊。份子钱嘛，看心情。你怎么这么小气啊？我怎么小气了？你还记得高中的朋友？你看了这么久，看完了没啊？你就这么喜欢这张照片啊？不觉得很好看吗？这是我所有照片里面最好看的一张了。那也是你本人好看，跟拍照片的人没关系。哦，我觉得你说的对。你干嘛不跟我说一声啊？这么近。多好看啊，以后你的照片我来帮你拍。哦，是好看，那我要一起拍。来吧。啊，拍啦。一二三。你看没拍到啊？你这个拍到了。天天转一天没落下。
改天咱们俩一块儿锻炼。哎，很好。怎么不认识自己家了？不是，原本以为不会再回到这儿了。切，你那时候还以为也不会再跟我联系了呢。嗨，还有啊，我不是道了歉了吗？那你说，要怎么样才能原谅我？爸妈还在。老周，文成，你们来了。哎呦，你说你这回来了，怎么也不跟我们说一声？哎呀，就想着等把家里收拾好了，吃饭的时候再叫你们过来。就是，之前不想添麻烦。正好放暑假了，羡羡跟思月都回来了。这两天咱们找时间好好聚一聚啊！对，回来去我们家聚。哎呦，你家来了，我是来帮你收拾东西的，我帮你搬。你别客气，你不用。思月，思月怎么了？我刚搬东西扭到脚了。哦，是吧？我给你看看。那赶紧，我给你去找药。那我来帮你，我去上厕所去。不是，哎，你一个人拿不？你怎么样？好多了。思月终于搬回来了。嗯。但怎么没看到他爸妈呀？跟我爸妈出去打麻将了。哦，沙迪，你看，哇，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我就说蒋晨为什么非要带着可可去旅游，原来是有计划呀。真好。哎，真好看。戴在我的手上肯定也特别好看。这么喜欢，让宋子琪给你买一个。你还说我？你们俩打算跟他爸妈打多久的地道战啊？你在担心什么？他爸妈不是挺喜欢你的吗？是啊，但是也得找个好的时机嘛。他们家现在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。回头再说吧。不要担心我，担心你自己啊。宋子琪，看一下手机。呵，你等会儿，我下巴赢你。上巴也是这么说。哇，我整成可以的，我结婚了。我就跟他说肯定没问题，他还在那紧张呢。你知道？哎，那他凭什么不告诉我呀？他跟我说你嘴巴太大了，告诉你全世界都会知道了。不行，我得研究一下他花多少钱。啥情况？你也这么着急啊？不知道，你以为那小姑奶奶特意让我看是为什么？那就是点我的。这么贵，那我不得从现在就开始攒钱了？你这想的倒是挺远的。我这叫未雨绸缪，说不定我还比你快呢。
凭什么你这比我快啊？你想想啊，你爸不是大病初愈吗？你可不得等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日子。我为什么要等？我之前是因为太忙了，一直没说。我这次回来，就打算直接告诉他们的。反正我一定会在你前面。不可能。不可能。走走走，哎，过你。哎，我去。好怀念啊。过来。同学，哎，深中吧？啊，对，我也是啊。学姐好。哎，这个是我同桌。学姐好。嗯。徐亮学姐，我们先走了。徐亮学姐，再见。幼不幼稚啊？怎么了？让他们羡慕羡慕。长大了就是可以这么明目张胆。嗯，我等会儿带你去见我爸妈了啊。怎么这么突然啊？突然？我没有打算要瞒着呀。不是，那周叔叔的病刚好，万一你爸爸妈妈要是不喜欢我怎么办？你还担心这个？他们对你不好吗？好啊，那不一样嘛。那以前我们是朋友，现在我是你女朋友，他们要觉得我配不上你。哎，说什么呢？明星，能和你在一起是我最大的福分。要说配不上，也是我配不上你。而且再说了，我妈她当时那么喜欢你，连我看到都要吃醋了。想这么多。嗯，没想到你周思月还会说出这样的话。不过也是，我这么招人喜欢，阿姨肯定疼我。你这心态转变的挺快啊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不是你说的吗？跟我在一起，是你三世修来的福分。嗯。哎呀，以前这个钟点啊，孩子们都放学回家了。感觉好像就是昨天的事儿，结果一转眼他们都长大了。是啊，你算是解脱喽，我这还有个小的呢。是，等羡羡结了婚生了孩子，我这个当外婆的还得给人看孩子嘛。哎，看不到头喽。姐，羡羡有男朋友了啊？思月没告诉你啊？没有啊，嗨，思月这孩子你还不知道吗？什么事儿都喜欢藏在心里。哦，哎，你记不记得，他俩小时候还说过娃娃亲的？是啊，那是他们俩小时候的事儿了，多少年前了。那会儿的老人家呀，特别喜欢乱点鸳鸯谱，早不能作数了。再说了。我们家这状况也不能拖累你们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是啊，小时候的事儿也不能算数嘛。好，那个，对，真把婚退了？也不能说是退了，我妈她的意思啊，就是说之前说的不算数了。
我说今天妈妈回来怎么愁眉苦脸的，原来是因为这事儿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啊，我也不知道我妈怎么突然这样子了，现在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我就知道没这么顺利，说是退娃娃亲，应该就是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了。好了，你先不要想这么多，你不是困了吗？你先去睡。这怎么还睡得着？这样，你先去睡觉，明天你起来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哦，那晚安。晚安。